即摆又叫一间麻花神店，你也上架？对啊，麻花神。哎，即摆我老上了。哇，阿叻干了哦。哎，你有买无？梅子口味的好吃。我一包炼乳的就好。阿你。搭船前，我们四人突然想起第一天吃的胡子双麒麟及大福羊肉，真是太美味了，决定延后了回本岛的搭船班次。四人骑着摩托车穿梭在小琉球绿意盎然的小径，微风徐徐吹在耳边，像极了诉说别离开。这趟旅行真是让人回味无穷，如果有机会，真想再回到这边品尝一下道地更多更多的美食。要去搭船前啊，我们念旧，再度来这一间胡子双麒麟，还有大福羊肉，再来一个回味。那我要梅子柠檬冰沙。女儿今天怎么没来？在那困。我过冰啊。在回去之前，再来一下。要吃完要回去吗？要吃完要回去了。对啊。那我哥没来了。没啊，我说是我屁股前吗？有啊，有啊，他嘴夹个，有啊，晒伤，有啊，羽绒晒伤，我这他妈在想，你是哪里的？哎呀，你是老外吗？我啊，我爱护海洋啊，哎呀，土锅羊肉，土锅羊肉，炸鱼排，你们上次有吃小锅吗？小峰，哎，对啊，小峰，你们没吃到呢。大鱼排，大鱼排，先这样就好了。要不要四个了？我买粉红，点你尝。我买粉红。小峰会北粉，他说你。哎呀，对呀、啊，你早等小峰妈妈叫做谁？我等哦。小峰妈妈，我妈妈玩电脑打，然后回家，然后被。真的假的？哎呀，小飞，搞完打完工工，这一点爱吃。哈哈哈。再多双星 ，OK。我没请。过生日的也是辛苦啊！你都要吃同一卖吃，我一顿吃吃，顿无吃啊！我硬硬爱跟有氧人，关系很好些无？年轻的时候应该蛮快，还有点李小龙的感觉。你好，我爬上去了。对。那个这一碗给你自己吃好不好？快点，要挖成这样呢。比国外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就整个都冰冰。琉球小峰，这像经典的对啊。这是鱿鱼哦。鱿鱼，啊，小峰的意思就是鱿鱼对啊。猪肉。猪肉叫小峰。哦，我们这里会加鱿鱼。哦。那鱿鱼一斤比猪肉还要贵。今天好。你没生鱼。哦，我讲几高多。哈哈哈！玩笑。哦。是啊，是啊，干面，是啊，或者是啊。很难呢，鱿鱼太软了吧？哪有鱿鱼啊？对啊。嗯。哦。这个卤肉啊。哦。鱿鱼。卤的入味。正常鱿鱼煮久应该硬，结果它不会，超好吃的。懂是这样，那个上一样菜我们这个就不夸张。上一样，我不知道你刷定北了。稍微优雅一点，它这个卤肉有那种阿嬷的味道。大脚结束中，喂，好的，目前是多少钱？饭先不要灌他一罐，那血糖会比较松。先休息一下。健身工厂里面的人都会很多我们的那种训练，平常都三只弱鸡每天报道，对。最难得的就是像我这么弱，但是还是每天报道，你知道吗？叫黄吗？没有。阿姨问一下各位，三百块不？多少啊？哎，等。没有。老师，你干嘛？炸鱼一场哦。炸鱼。沾一点番茄，再沾这个。不知道这是什么？那个，看一下。排骨哥来了哦！
不用白饭，我肚子已经感觉撑撑的。结果又开胃起来了。白真的很饱。你那个胃，你那个不是饱，你那个是因为天气热，你早晨又吃那种炸的东西，你会没胃口。然后你喝了这个柠檬之后，你就开胃、开鼻了。要看这乌漆抹黑的，很好吃啊！上来到船上了，要准备离开小琉球了。这一趟三天两夜的旅行，非常的，其实不太过瘾，对，有点可惜。如果住一个礼拜的话，应该会更爽。小琉球，再见。下午不散筵席，几天下来感受到小琉球在地热情，淳朴美丽的岛屿不自觉让人放慢步伐。离开前心里有些不舍，结束了这趟三天两夜离岛旅程，下一次我的旅行又会是在哪里？听说是波塞顿之子的男人，站起来。